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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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一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、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研究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咱各位从经翻开第十四页，十四页头前面算倒过来，咱顶回讲到色究竟天。那么色究竟天者呢，咱还佫有淡薄仔呢，要甲各位来说明佫较进一步，交代佫较清楚。因为色究竟天是色界天的最极的一层天，那么这层天也会使称作摩诃修罗天。摩诃修罗天一过来，咱这边也会使叫做大自在天。大自在天就是婆罗门外道界属的迄个天，啊，就是大千世界最有势力的魔王。啊，所以有关于大自在天呢，我有甲恁讲有两种的差别。虽然你这层天是有魔的世界，但是也有大菩萨的世界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有关于外道所属所拜的大自在天。那么外道所拜这个大自在天呢，在《大智度论》有形容这个天王的生作啥？生作三类目睭，咱这两类，伊才阁一类。三类目睭。八支手骨，八臂，啊，伊呢拢骑一只迄个白牛，啊，手也一支佛顶，所以这个造型呢，你这款的造型呢，就是因婆罗门教内底所直咧讲，讲大自在天王，就是呢，比下世罗摩诃修，哈，啊，因呢。而因这个天龙的造型，迄、那个造型呢？各位，恁想看，咱古早中国大陆有一个老庄呢，伊的造型呢，伊虽然无三只目睭，无八只手，毋过伊的造型都是拢骑牛、亚素米，这是要类似这款的造型。那么，离咱这个色究竟天的大自在天王呢，佮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属于十地以上的菩萨。因将特别成佛的时阵，因就爱带到这个色究竟顶，才叫做净极天。离这个净极天呢，因爱现出大自在心的性报，也用这个性妙的形体。也住十去到十方诸佛的所在受佛来给灌顶礼，以后才会当消解佛位，
这叫做净基摩诃修罗。也哩，咱各位甲介绍这个色界十八天，拢讲完。但是呢，假使讲你那是有听人讲，哎呦，迄天就是啥安怎，啊，迄就是吼安怎，你就清楚啊嘛，你就袂感觉讲疑问，也是讲你对这个天无了解。因为咱一站一站拢带恁看，或报恁看，带甲恁讲，恁拢听有。所以这十八天呢，各位记得，拢是修梵行、甲深禅定、福禄有浅深的人。色究竟天以上，亦有摩诃修罗天。这位摩诃修罗天的天王呢，伊是宽威至尊的哦，因为伊自认为就是娑婆世界的主，伊是统领万亿的天主天民哦，而且咱呢时常听到讲啊，这个信这个外教洋教的人，因拢会讲。因的主啊，就是来创造这个世界，来生这个人类，啊，就是甲大自在天王的理念有淡薄啊，要同款，伊就是这种观念。啊，但是咧，大自在王虽然讲甲恁一般的神的宗教的理念要类似，不过伊袂当甲你赎罪。那赎罪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人讲，个人食饭，个人饱。个人做的叫不人家己担，但自在天王，你就是讲，予你遮权威，你嘛是三界内啊，同款你嘛是还袂当咧，你家己本身都无法度俗啊，你安怎会当去俗别人？所以这点咱就爱呢提醒一下，读到底呢，咱就清楚。啊，而咱头前面讲过，欲界天的天人，对日月天宫。甲这个四个欲界六战天的人，拢总袂当看到这位大天王呢，因会当嘛袂当听到因的名，嘛袂当看到伊的形。但是摩诃修罗天的魔王呢，伊大部分要破坏你的功夫，拢是用啥？用淫秽之法来迷惑，来乱你的道心，来。迫害你的凡行，所以各位修行功夫大部分都拜在对拜在色，所以如果要让你呢，金刚不强强滚还都吐乌烟，很简单的现美人家，你就吐乌烟就是怎样，就是魔王就会设计设计，予恁遮想法介好的人呢，伊就献这个美人计，要来甲你卖血。如果你若是呢，认为讲我功夫遮好啊，我要惊啥？所以有个人宗教就是安怎讲？讲呢，两性同修，这款的境界是外观，恁就是无境界，恁就是呢修无到遐，所以恁才会惊讲有两性异性呢同修。啊，你要看人。人就会臭蛋这种的话啊！啊，这款的功夫都明明就中着魔的计敌呀，对不？魔就是专门咧设这款陷阱咧陷这种人诶。啊，你修行过程也好，道家也好，无论任何都一种教，只要呢，你呐现在这个情意来得去，大部分拢对落，百分之百啦。那么各位，啊，佫有一位魔王呢？咱这个天有两个魔王呢，这个是色界的魔王。啊，咱头前面有讲过，欲界嘛一位魔王，欲界天迄个魔王呢，就是住伫色界甲欲界这个中央，迄个他化自在天王，伊嘛是魔王啊。唔单讲修行，刀那一寸，啊魔就一丈。
啊，你咧修行，你发一个大心，讲啊，我吼、哦、要来开始吼、哦，要来认真来修一个，甲咧食一个菜，要来修持这个地藏经偌济本。你讲遮大声，人随着要来甲你考试，讲有影无安尼，得有试卖影咧。所以咱也要修持，也要做啥，咱的心观咧想着点点啊做就好。啊，若点点啊做呢，啊人嘛较唔知。啊，咱若大声话一讲出，人就要来甲你试，讲看有影无。啊，足侪人呢，大部分拢讲。啊，愈用功哦，魔口愈大啦，啊，业障愈深啦，无影也无食。迄就是你家己的动摇，你的心念，你家己都听，两只脚都徛袂住，哭哭海面讲你嘛倒，后迄个代志，就是家己拢想过大声话讲伤大啦，啊，所以你就做袂到，唔是魔甲你靠，你的心主动就甲你靠。那么你世界诸天，各位，世界诸天就拢总全部爱断淫修梵行的人，因才会当带到这层天来。一离因这层天呢，叫做净基，净基的清净的人才会当去断呢。你无清净的人，你袂当带离这层天呢。所以世界为什么啊？个我不还天？就是这些修清净行的人，得到高位的人，因才会当去到遐。啊，咱哩头前面有甲各位介绍这各天因的一个情形。即马哩遮嘛是爱甲各位讲出讲，这个无烦天呢，因的岁寿有一千大劫，因的身长有一千有寿。无月天呢？伊的岁寿有两千大劫，身悬两千幽巡；善见天呢，有四千大劫，身悬四千幽巡；一那善现天呢，有八千大劫，伊的身悬有八千幽巡；色究竟天有一万六千大劫，伊的身长有一万六千幽巡。各位，以上甲各位所介绍的四禅天下者的各天的这个修行的过程，但是呢，咱《楞严经》《佛陀经经》嘛，甲阿难讲到这些诸天的内容，伊讲出来这话，头前面有一挂咱无讲到。但是有一些是类似啊，所以呢，我那甲各位呢做一个介绍。《楞严经》内底讲：“佛告阿难，此中有有我不还天，以下界中九品十气，即时灭尽，苦乐相亡，下无未基。故以下心众动分中安立基住，阿难。”苦乐两灭，道心不高，如是一类名无烦天。楞严经内底所伫咧解说这个无烦天，就是讲对于下界的九品思惑甲习气，伊拢总断了。即层天的人就是拢灭掉，所以你这个时阵，伊也无苦也无乐，这两项拢总呢无。也无呢去带你这个下界，所以呢，这叫做下心的众动分安立处。什么叫做众动分呢？众动分就是咧指众生的共性甲共因，因为众多有情，具有同类的性，使有情众生呢得到同等类似的果报之因。所以分有情的动分甲法的动分。那么你这类呢？咱楞严经讲，苦难两灭，问道心不高，如是一类名无烦天。苦乐这两项既然灭掉，道心不高，就是讲这个
道经的心已经无啊，因为无呢，伊就是呢心养疑心，所以你这个时阵高僧胸中呢，互相为幸福的心已经无，所以叫做两灭，两灭不高。咱人若有道正心，心肝就噗噗，你知影。所以咱若无冤家，未想要爱冤家，爱甲人呢找事惹事的人，心肝都袂烦啦。咱若讲啊，不要紧，人骗不要紧啦，心情都轻松。袂使互骗，一定爱甲讨回这个面子，各位心都烦。所以无烦天的人，就是袂惹事的人。迄款任何代志，拢将苦乐拢想开看开。也经人阁讲，机缺独行，眼高无地如是一类民，无业天。这品叫做重品，机就是发动的机，诶，迄个重念。也缺就是咧修所挂，即个修行的迄个念头的问题。啊，独行呢？就是在讲唯一下念，伊唯一下念呢，诶，或者是修，或者是放，更无其他的杂念咯。所以你这个中间眼高无地，就是在讲伊的一念拢不可言无。也现在呢，伊杂修进入，所以一战天，伊是一念都了不可得，所以。即讲，你即战天内底呢，因所不为不高，诶，欲高亦无得如是一类，名叫做无业天。下面讲十方世界妙见圆顶，净无虚真相，一切真故，如是一类名显见天。那么。这就是属于上品，由净如来发出着这个天眼通。既然甲四禅的同分，也是应同见大千世界。所以，你十方世界就是大千的十方。伊的妙见是用天眼通修得的，唔是报得的。也伊呢更加殊胜。超过四禅天，所以圆就是圆满大千，顶就是顶清龙体，更无其他的这个尘沙烦恼现象，外境的这个境界已经无，所以圆就是无一切尘垢，内念的老甲地。拢总无，安尼才会使叫做定。定就是定清嘛。内外的虚妄妙见无碍，这类的人，安尼才会使叫做显见、显现、显见。显见就是安尼，定清，你呢会当看到呢大地。一那是呢，精进现前。多住无碍，如是一类明显现天，这个属于上圣品，伊的精妙之见已经现前，所以这句就是咧讲到见性清净，见用周遍，即阵天伊精修到这个净如，增加搁较深入的禅定，伊的体用也已经更加殊胜，所以就可比亲像。人迄个做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肥仔，也是煮鸡嘛，即种的人已经无间。做肥仔的肥仔师，迄、那个土要甲捏做虾，就捏做虾，红啊就红啊，花干就花干，手能捏就成，足自在。雕金的人，的师傅样金样样好，要做啥物相，要做啥物形体，任运成就，随心自在，变现无间。所以才叫做显现天。下面讲究竟根基强实性性性业无边际，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。这就是讲
上极品究竟就是演讲的艺术。那么而且这个呢，众生呢，会使讲根基呢，动微呀，也伫正面内底咧讲，讲演讲多念至甲存一念，所以才究竟根基。十修五品，初初用多念的无聊来分析这个多念的优劣，乃至甲最后用一念无聊来分析一念的优劣，安尼名甲叫做上极品。那么强色性性是啥物意思呢？这个性就是体性，顶面这个性就是指色体，下面这个性就是指空体。意思就是讲，强诸色之性，至于到空性。色是依空来现，空性是即是色性。所以讲，心既然分多至少，色嘛。强粗之微，那么这个身躯虽然是安尼，不过还佫尚在境界，还袂全空。所以讲入空无边际，无边就是虚空，际就是界界的边啊。入到空无边处的迄个界的边啊，亲像这类的人，安尼才叫做色究竟。色究竟就是色界的上顶端的迄盏天。各位，讲到《楞严经》咧讲的道理呢，伊这拢是咱修十地行的菩萨咧修咧断烦恼的境界。《楞严经》所讲的这个不凡天，就是咧指四禅这四位天王，因咧独有心闻。未当低见，今仔日世间讲亚青山，拢是圣人的道场，拢嘛带阿罗汉，因所主持，所以世间的初人眼不能见到阿罗汉，因为呢，咱拢是初心嘛，所以你看未到啊。四禅天呢，因这个境界，咱大约甲各位说明。那么以上。关于四禅天的境界甲修为，咱大约知影重点，就是爱断淫、爱修定。过来，咱就要甲各位带恁更上一层楼，看这个无色界天。无色界天呢，无色界天是清净色浪，修四空定，所以名叫做无色界。也即四战天的人只有四运，因为伊无色嘛。咱讲色受想行识五运，伊减掉色都存四运。也关于无色界天啊，咱等候下一处再进一步来甲各位搁较清楚来说明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落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诸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